Hello，Hello，Hi，抱歉大家，我刚有点赶，我刚下课直接飞过来，有点，我本来想说改五点可能来得及，结果还是。刚吃小蛋糕，等一下要抽，你们紧张吗？紧张吗？到好位置，我现在还在生日，是不是？我还有生日的图案呢，是李某某给我的生日蛋糕，他昨天给我的，我就把它冰在冰箱，然后今天吃。他们四月都是生日，谢阿俊来的啾啾你哦。Hello， 居然没有音乐，好安静。每次都很安静。哦，午安。和 Q 平衡送我的梧桐号，我连两天都喝荔枝冰茶。绕绕战士团队，他们还有见面对啊，不算结束。最后好像在哪边了，我也是不知道了，应该都有。正好 oversize 对啊，很大一件，甜。好安静哦。等一下，直接接工作对。很大也对啊，在哪里都，你们就站中间偏右，因为从才好看，不是从边对吧？你们的左边，然后你们拍到我的右边的话，你们坐这边，所以你们要坐左边。坐左边，再左，对，没有电脑。经很多人这样子说的，滴滴滴滴，没事。录，现在刚来公司播，因为我等一下有纸座位的抽选。这是微糖微冰，对，要面对舞台右边，这是舞台，然后你们要坐左边，面对舞台，然后你们站正前方是舞台的话，你们要坐在左边。
对，你妈坐在左边，这样拍哪里都不会拍到我的左脸。对，中间偏左，或是左边。汤唯冰加猪猪，对，这个没有加猪猪，因为是太甜，我真的不敢。怎么那么帅？今天很帅吗？很帅吗？今天一个半，今天一个小时。今年两边，什么是今年两边都好看？哦，对啊，我是为了拍摄角度啊，站在篮板上，你们可以啊。哇耶！当一个战士的男朋友，我陪你过。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我有背影就是了。我其实不知道，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妈住哪边，就随缘，可以不要只当暂时的吧？那要怎么改？我愿意当一个永远的男朋友，站在篮筐上拍。看就把大家骗去左边，当然呢、啊、我就是要大家都在左边，你们在左边拍我的右脸。运动会那是差不多的场地，我随便啦，随便坐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你们说，反正就是看运气 ，OK， 运气就好。生日会抽到很好的公演，是不是都有抽到还不错的？为什么会？就是有时候很偶尔左边会好看，但是通常舞台上拍的照片的话没有好看，因为舞台上拍的照片连上山又撞错吗？没看过这个字幕，两场都山普通，运气零分怎么办？对，为什么会说要借看我的直播？大家一直常来。宜家侧席说普通想被打吗？完蛋咯，包子。想被打吗？坏，很坏。谢谢。也不算是惹怒，因为我其实脾气是蛮好的。对。哦，包子。录打架实况，好呀。其实我真的觉得双鱼好像还是只有我，我不知道，我从以前就觉得好的，听起来有点咬牙切齿。坏路鸡，坏路汉，我是最棒。双鱼比较浪漫，就是像是如果生日的话，就是我好像
大庆祝吗？那是一种浪漫吧，我不知道啊。买香的算务实的表现吗？弟妹爱二姐，是在读国中嘛，然后昨天回家，然后 QQ 就拿一叠便条纸给我，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二姐写给你，彩杰姐姐什么真的很喜欢你，哎呦，是一堆妹妹们写给我的便条纸。国一的妹妹，而且国一的妹妹很会画画，就是他们我这次生日有感受到很多大家的爱。二姐那么行，对，哎，我想一下她写的什么，我记得她写一个成语，哎，她就写两句，我们二姐生日快乐，然后好可爱哦。妹妹的 IG 先不用，大姐知道吗？我是大姐可能没有，脾气好通常福大命好，真的吗？有福大命好吗？大姐好名贡献一个班级，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个太暖了，对，大家都喜欢大姐，没有啦，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个 QQ 的。学校的运动会，就是去看他跑步，顺便看以前的老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找 QQ， 哇，你姐姐好漂亮哦，谢谢。他叫怎么叫就怎么叫，他们是我学妹。知道啊，没关系啊，他应该没有 care。嗯，很厉害耶。知心，谢谢。同学姐长这样说，这姐姐好漂亮，确实，多么迷妹。而且我妹一直在说姐姐你她很有面子，让她为了教她化妆，希望她也漂漂亮亮，直接弯到也没有到专业，专门的她的彩妆老师教她，多了很多小罐罐，对，想起以前运动会曾经称赞同学的姐姐，对，她两岁，也是高中，加油！哎，国一几岁？13吗？因为你大概成为焦点。我觉得好像校规有改。但 QQ 不会画，就是偶尔我会有教他化妆。哥哥还没说可以是我认识我哥哥吗？笑死！可以跟他们说来姐姐直播间，没有，他们就是演反的一个。就小光听起来还对啊，学妹们知道大姐吗？学妹们。应该知道吧，但是就是
应该是就是知道。对，嘿，小罐罐们不错，眼光很好，知道大姐很可怕，二姐很可爱。大姐年代久远，姐姐才大我两岁，耶，叫我不要谢谢。最后可能被邀去演，我个人是没有兴趣啦。我不喜欢，我自己就是不喜欢听演讲的人啊，我不会回去演讲。对，没有兴趣，杰出校友。私下的大姐跟舞台上台差很多，不可能不化。学校的话一定要化妆吧。再提醒大家一次，等下有那个三月的周边生日，不是座位抽选。好，再重新讲一次这句话。等一下有三抽到几号哦？对，杰出校友，知名校友李佳见面。我是还好，谢好人的水晶四叶草，可以先领一次现场，再领一次。没有啦，这衣服好看，谢谢。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写什么，但就是写的这个。就是说阿贝上的衣服都很香，然后我上次用了姐姐的香香豆，发现就是没有办法像阿贝上的衣服那么香。然后我上次就问阿贝香，我已经用了香香豆还没有他那么香，他就说哦，应该是我有加柔软精，想说好香哦，真的很香耶。有放在衣柜的吧？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一杯耶，古着。现在外国接触校友，我不知道，不苟言笑。OK 啦，大家是。喜欢看那个唐奇阳老师的星座的，就是他都会在我的找香，我一直扫，他会有就是运势还是什么分析，我就点进去看一下，然后我就会想说，而且双鱼已经很久都是累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星座，但是我就是会看，可是星座很不像的摩羯。有一件事要提醒，你看巧克力3月21过期哦，有有，好好好，哦，我以为是4月，好，谢谢，感谢你，开始吃了，但是吃不完，时间太久很可怕。没有，真的真的超香，因为上次阿贝桑给我放进我的衣柜，然后我的衣柜超香，就是因为这几件穿这件衣服去学校，然后我坐下来，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今天很香，我在想说有可能我不是缺乏香水味，我是缺乏衣服的香味，立刻就去买柔软精好不好，立刻就买，立刻就买。你问可能那家天，那间贴了很多人啊。背得出来蛇形的，为什么背不出来？昨天生日我才19，谢谢。我现在才19，
这礼拜运势不错，真的、哦。有吗？他有说吗？他有说不错吗？已经是累的好几个礼拜了。这是19啊。因为我想说阿贝桑给我这些衣服也不是他刚洗的吧，就是他应该已经洗好了，就是超香超香，太准。对啦，我也是看一看而已，每次都会有点期待，但是水瓶很多人追我是不知道啦，在香味根本就没有吧，我那天应该没有味道，香水都变柔软精，香水变柔软精。对啊，我真的我觉得永远的水逆，可能然后就一直水逆，尤其是写什么的多的，你有很多是不是？有问到什么牌子的软巾吗？其实我不太确定耶，我后来发现阿贝上给我闻那个柔软巾，但是我有拍起来，还是我去看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水逆，不是那个忘记 LAVONS， 好，先打起来。然后好像有黄色的颜色吗？我不太确定，因为我那天闻蓝色。就是我记得阿贝上还有别罐的，对，你们可以先查一下，因为我现在没有。哇，要确定哎、欸，其实还好，好吃吗？应该是香的吧？怎么那么好看？我妈谢谢，准备买下去。有颜色，我也想看其实，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看，请贴给新手机壳，终于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我现在直播壳拆掉，超可爱的兔兔。而且你们知道我就是，然后马上就收到 Castify 爸爸的一个案例，就是一直在轮流用这两个，那个兔超可爱，这是我买的哦，爸爸你看我有买，用心支持。New Jeans 联合的，联合什么？联名耳朵。手机壳也没有几个，没有几个手机壳哎。上次的那个 Olivia。然后还有之前千皇送我的生日礼物的那个镜面的 ，Stefan， 然后有四个，对，然后因为那个镜子都有点刮花了，所以我后来就换了。因为我很常买手机壳，因为其实 Stefan 不算便宜的手机壳，所以还是很少买。就是两个是免费的，一样啊，谢谢每天二到兔的月光会员票，看到车人以为是安妮，这
但是还是越来越像。啊，你的直播都是这个角度。谢谢 Dragon 的啾啾你哦。我都会问他说，你怎么直播？就是找这么辛苦的找的角度，他就说这样比较漂亮啊。好漂亮，知道。看了好几次不一样的，没有吧？有很多次不一样吗？确实，上目前对。星星会员票，漂亮抵所有。啊，是啊，我是双胞胎，真的贵。这个兔兔是就是我大学同学，他已经问了我手机壳，想说好吧，如果他那么想买的话，就跟他一起买。因为五的活动，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原本是国外的活动嘛，然后买一个好像85折嘛，忘记了。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揪我陪他一起买手机壳。然后后来好像有一次，然后情人节那时候开学了嘛，好像是情人节的活动，然后他就问我说他又买手机壳，然后就好啦，陪他这个打七五折折下来就是900多块，我想说还行啦，所以我就陪他一起买。然后他买了一个蝴蝶还有个手机链，我其实蛮想买手机链的。哎，但 Castify 还没有挂手机链的地方，还是这个小洞，是不是这个小洞？谢谢阿荣的月光会员票，很执着。每次的特价都买，当然没有啊。黑尾活动没跟到，夏涵怎么看就不挑角度，不用给我飘眼神。就黑五啊，黑五的活动有些款式有哦。麦克风孔不是啦，不是吧？小的是那个吧，可以挂绳的地方吧，真的很可爱，真的大爱。等一下就要去，大家要记得来。大的是喇叭孔，对啊，然后那两个小洞应该就是可以挂绳的地方。排气又换手机，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拒绝我同学，我会不会换手机？因为我这台手机其实用蛮久，这台是2年了吗？有2年吗？我不知道，有吗？你们帮我想一下，应该有2年了吧。换的话要再买手机壳吗？不知道。11到14、15今年要出来。对啊，现在手机壳都，我就想说我手机常弄不见，我要不要有个挂绳给挂绳用的。排气孔，眼睛好干哦。11我用蛮久的，没关系。为什么没有要去生日会？没有买到票、啊。犀牛盾挂绳请下 feature， 没有。
换手机会考虑 Pro 吗？iPhone 每台都差不多，所以就是我不喜欢换手机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姐姐那么喜欢换手机，因为我就是觉得手机还能用，我就不会想换。因为我觉得换来换去都一样，哎，就是真的，我完全感觉电池健康度就会下降，然后我很手机很快就。感觉不到任何差别，所以虽然说相机有差，但是我也感觉不太出来。我用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必要，而且像是有些人会说什么饱和度、成色度吗？不知道。所以，对，我就感觉不太出来。真的有差哦，手机是什么版本 ？iOS 的版本吗？可能，也许是16吧，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不是16？我的桌面没有新的那个更新，桌面还是旧的。当然，栗子也是用 iPhone， 他好爱花钱呐、啊！现在都没在玩了、啊，没有空。好想打，超忙的。我电竞都还没发，然后我的那个也还没有发。我现在超多东西赶着我的，但是我弄完。对，这是最新的。对，他可能喜欢新手机，但我个人是觉得没差。你们是真的觉得有差吗？谢谢 Kate。所以觉得说手机可以用到坏了再买，就是坏了再买新的，然后又可以用很久。因为我以前就开始用手机，然后我那时候是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跟你们讲完手机的历史好了。牛剑蛇，这是牛剑蛇兔兔吗？是吗？我不知道哎，刚不是有人也说是吗？但应该不是吧。好，反正就是我就是看可爱买的。好，我刚讲到哪？跟你们讲我手机的历史，跟两代换会超好看，真的、哦。对，我没有很久没玩传说，望远镜头，所以就才超对，香水钱也差不多，最好啦，怎么能比？好，就是我三年级第一次用手机是。Samsung S3 mini，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超级小一只，大概这样而已吧，这样子，这么小一只，然后那一只用了也是一年两年吧，大概用两年，然后就也差不多坏掉了，然后再来我就用 Samsung Note 3，我那时候一直很喜欢 Note， 因为它有笔，我就是觉得很酷，我超级那时候超级喜欢，有笔可以拿出来玩这样。Note 3就是去海边冲浪的时候掉到海里，然后就不能用，对。某一次去海边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玩那个浪板，然后我姑姑就要借我的手机然后录影，然后我就说小心，我没有站上去，我就趴在上面就冲那个浪板，然后就我下来，然后我姑姑的手里就松开，然后她然后冲很久，然后我们就在找我的手机，我想说起码我冲了很久，找了很久之后，姐姐就突然看到我的手机就插在土里，然后就挂了。对，好，这就是我的那个名字，应该也差不多用了一两年吧，一台，因为
掉到海里，就换了一台 S7H。我那时候超喜欢 Samsung， 好，反正我就是那阵子好像发生 Note 7吗？忘记了，不是爆炸还是怎么样？那时候爸爸就说你不要用 Samsung， 然后就叫我去卖掉。可是那时候才半年，然后就是又卖掉这样，然后我就换成。好像是 6S， iPhone 6S， 然后 6S 完，是什么？ iPhone， 那就是这一台11，对，可是三星的寿命很短，就是之前用三星的每台手机都是两年就要一 SCH 好像，而且那个弧度，可是我那时候用 SCH， 然后我去贴那个一样有钢化的贴膜，然后它就是一有弧度嘛，然后那个贴膜也有弧度，可是就好像没有很服贴挂绳的重要性，好像Samsung，对，我那时候很爱Samsung。记忆卡可以很烧瞎欸，会不会掉海里？没有欸，我觉得还是会掉，因为我姑姑好像微跌倒，没有香蕉船。爸爸在说掉了买新的，对。S 派对。然后已经在超。不怎么好点，是哦。设计。Apple 就是做太好，然后可以用很久，像明大衣，戴整天。对啊，我现在就是每天都戴整天。我要戴到这一副，要戴到生日会，因为它是算比较放大一点的隐形眼镜，最后的没有别的月抛。对，因为别的月抛就是。的时候再戴，但最近都有活动，就想要戴，但都没了，好像戴蛮久了，要再买新的。本我有带月抛，我有带日抛去带。谢谢花生的啾啾牛。谢谢。我有带日抛去日本带，然后我发现我根本就带不了日抛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戴隐形眼镜。SCH 用了5年也太久了吧。是，隐形眼镜如果你要戴久的话，就是戴长时间的话，戴眼镜吗？因为我从国一就开始戴隐形眼镜，所以我有研究很多隐形眼镜相关的东西，反正就是。因为我之前国一开始，我就是会很长期的就戴隐形眼镜。我那时候去爱漂亮，我就不想要戴眼镜，然后我就是每天后面我眼睛就超干，干到戴不进去隐形眼镜。其实隐形没有很贵啊，身体眼镜也没在戴，平时。
质。因为一般日抛的话，日抛跟月抛比的话，日然后月抛的含水度比较低，就是表示含水度，对，含水度。然后如果你日抛带一整天，对的话，带到后面越来越没水嘛，就是以前经常会越来越没水，越来越干。然后就会很干，然后是，但是如果一天为主的话，舒适日抛比较好，就是月抛的舒适度没有日抛那么高，但我是觉得月抛比日抛舒服，但不一定舒服。对，反正就是，因为月抛比较不会吸你眼睛里面的水，对，反正就是我上次去日本，我带回了我以前带的那个日抛，我真的是快洗，有点干。财富自由，大不了就放弃了。然后现在还很干吗？蛮干的，但因为这一副我戴超久，我应该戴超过一个月了。这一副应该一个月，然后就是蛮的时间都太长，我就是从早戴到晚，然后每天都从早戴到晚。要戴的话要戴月抛。会点生理食盐水，然后这个我很久以前也国二吧，我那时候国二，然后我也是每天戴，每天眼睛都超爆。哦，我就本来就一直点，只要点眼药水，但是我后来查发现点生理食盐水会更干，会越来越干。但我已经有点忘记为什么，如果是眼睛干的话，不要点生理食盐水，就是点人工泪液。日抛当月抛弄得好，我以前也是日抛当月。国一的时候是戴整天没错，可是我是戴。有国一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国一配的那个透明隐形镜它有闪光的关系，戴起来再戴眼镜那个视差会很严重，然后我就很讨厌，所以。可能七点起来开始戴，然后晚上睡觉十二点，超级久，可能戴到后面我眼睛就坏掉，而且那时候年纪也蛮小的，这样，所以我只能说这隐形镜不要戴太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眼镜再戴眼镜就不会有视差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光的关系，它过于准，度数过于准。而且有闪光隐形镜超贵的，日抛的，我就是省钱啊，日抛当月抛戴，不过我觉得日抛戴一天真的好了。只学，眼药水什么时候才用得到？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他可能也会点啦，可是我就是没有全眼药水，我会用人工泪液。干的话，戴太长眼睛，我是眼药水也是可以啦，可是眼药水你又不能一直点，人工泪液你想点拿出来点，可是眼药水的话就是，哦，久久点一次吧，眼药水不能一直点吧。戴眼镜不是我眼睛好看，谢谢，因为我有戴放大片。对，有闪光会比较贵，正常，眼镜也是一样的。
那个以前就好贵，忘记那时候是几片，然后一盒要3000块嘛，然后两盒6000，有那么贵吗？我忘记了，反正我记得就是很贵，30。贵，而且我那时候是刚戴隐形眼镜，怎么要带我去眼镜行配隐形眼镜，然后就配了那个很贵的隐形眼镜。但是我是觉得说，我自从开始戴放大片之后，度数也是几度，或许有在家戴隐形眼镜从来没有看得很清楚过。因为我光呢不需要带有闪光的，太丑了吧？没有有闪光的，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没差，也放它自然风干没了，那不会配到刚刚好，应该是。哦，我一直跑偏。隐形眼镜不到完全符合度，但就是好像差的有点多，有差。我闪光200啊，其实不，可是我觉得我闪光有加深，闪光200是我，好像现在。高，而且变高蛮多的。我忘记近期一次去看眼科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好像有增加哎，375嘛之类，反正至少有200。但是我记得200已经是我国中的时候，检查度数降了超多，10天1阵吧？为什么会降啊？那我们就模糊。对啊，所以我就很痛苦。我也不想要，我不想要距离手机那么近，别人打。可是我其实幼稚园就有闪光吧？好像是不是感觉好像是遗传？我觉得我是遗传，很多很多大人都会说多眼睛才会坏掉，可是就是如果是天生，说糖吃太多所以牙齿坏掉，像我是有在吃，因为我的牙齿就是天生比较容易蛀牙的。我上次不是有说我去那个看牙科，就很容易蛀牙。但我重点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几度，闪光可能天生。对啊，遇到过闪光600，就是天生闪光600。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换眼镜，但是又没有去换，因为我喜欢细框的。深嘛，然后细框就会那个，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要不要细框？可是我好像只适合细框，跟遗传有关。对啊，那我一直蛀牙不是我的错吧？坐姿跟幼儿国中的关系比较大，真的是天生的。对，而且我记得我高中不是都会有健康检查嘛，然后高中每次都会有视力2.0的人，怎么可能？你已经长到17、18岁，美丽的事物护眼，感觉看我会更近视哦。减少吃糖，
小时候牙齿也没有哦，真的、哦？好吧。跟你们小宝为什么要小宝？可能是遗传吗？我不确定。在开飞机是不是？所以我全身病痛。关灯打手游，你怎么吃都不会胖？对啊，好好哦，快点，还是先看手机。我记得我国班上有一个男生，他好像原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根据？就是他说他。然后他每天都玩电脑，然后就视力就会视力变好，是真的吗？我一直有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确定这件事是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发生的吗。3.0/4.0是这样。变正常，对啊，就变。不对啊，我不知道哎，是这样子吗？我其实蛮好奇的。他就说他原本远视，然后他就是一直玩电脑，然后后来就是。真的吗？好像是真的，但不是说变好。变得看得清楚是不是？乱讲的吧。这样很让人羡慕。对啊，那我应该要天生是远视。近视是眼睛会变越来越凸，有点完全忘记耶，这应该是国中学的吗？就是那些什么镜像，那是理化对吧？理化的，哎，不是啊，那是生物啦。理，对，生物。对啊，你爱韩寒日，你爱。几边界是条回来，对啊。哎，我看不清楚，真的吗？合理，每天玩几个小时，矫正远视，变老化，假性近视。我也觉得胡乱，我第一次真的站不了。对啊，我就觉得，水晶体变凸，那是理化，这是理化吗？水晶体是理化吗？凹透镜，我记得是凹透镜、凸透镜还是什么镜像的那个，记得。哦，我想起来那个图了，就是他会画一个眼睛，画镜片，凹透镜跟凸透镜。不会，什么意思？为什么近视不会老啊？因为主。高二有吗？完全忘记我高中的。要用凹透镜让光发散，感觉好久远哦。我觉得我变很笨。我以前好像理化还算有点忘记了。对，镜像。那个蜡烛，然后镜片，然后什么放镜成像会变成反的、啊，或是变大变小之类的。九，近视还是会老化，配特别的 FY 二 F 内，我妈近视有我未来的样子。你心里啊，对，
神奇哦。读书的我，凭的是近视，然后看报纸用眼胶。哦，哦，就会有人，他们会戴在这里，鼻子这边，然后眼镜绳挂在这。原来是这样才看到，早报到班级。以前我就可以在学校睡一整天呢、啊。讨厌学这种专业的东西，我今天在。好想睡觉，然后一直不能睡，我就不能漏掉任何一步，我就不会打板，就是看老师一步一步这样教，然后就是很想睡觉。早上上什么？早上上英文，这样的东西才有用。老师叫醒，但是就是这种东西，我还是。眼睛没有很可爱，我英文很厉害，我英文没有很厉害，我英文超烂。大学是还高中的债，对了，我眼睛突然变超糊的，点人工泪液了。谢谢林果的。今晚没回家睡，谢谢幻影战士的钻石之翼，谢谢。来，电榜喽！谢谢古早味的分享欲。好了，今天。谢谢金佑，谢谢，谢谢，陈，谢谢伯陈，谢谢。第七名是卡尼，谢谢卡尼，谢谢。第六。第五名是 Akira， 谢谢 Akira， 谢谢。第四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第三名是吉米，第二名是天，等一下见。而且没有，我没有数学很厉害，是董子萱。双胞胎数学很厉害，待会见。好的，待会见。拜拜。嗨，要记得来哦，手机快没电了。